是不是号称黄登辉号称小康康？恁家的自我介绍就用听看嘛。啊，伊算讲当初是模仿康康进演艺圈的嘛。对对对对对对对啊。哦，这算讲起歹嘿。所以就是算讲足红的嘛，迄个时阵。是啊。是是。伊一出来了，我就拢无节目啊。人伊较俗啊，你遐贵。人你要请康康请袂起，我阁讲我伊的十分之一的介绍，我就来啊。对啊。啊，你有在笑吗？无，等下出来就笑。今晚七百贵啊！出道的时阵吗？无啦，今晚嘛还好啦。来，来，今晚再三夹啦哈。嘿，你用康康的口气，大概问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三峡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我哪有安尼啦？差不多啦。你哪有安尼？你家己证明的。我来哇！你丢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三峡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跳不跳？哎，跳不跳？一模一样，就是安尼啊！我为什么爱配合伊？你的声音哦，伊声音是足好听的。我有一届哦，坐高铁惊人认出来，我挂墨镜、挂口罩哦。我想看咧无人会认的我，我特别落车的时阵，突然间听到一个人在我后边讲：“格力姐。”我讲啊，安尼你也认得出来？哎，声音足好听的。第一摆感觉讲人讲话牵丝，就是这位朋友。哈，嘿啊。其实我无啊，唔过模仿我就拢会变安尼。安尼我清楚啊，你模仿康康嘛，对。啊，你就是模仿黄登辉的康康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好赞诶，互相的，互相模仿，互相啊，你嘛做个模仿诶啊，我是以模仿来对上无成诶呢。我咧模仿足厉害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在研究要像康哥的时候，是他会很多角色，是，然后我就想，那我要学会。学会模仿康康，那我要跟康康一样，我要会模仿很多角色。你要模仿康康会模仿的那些角色、啊、我让我可以给他参考。康康嘛，这个模仿哎，是啊，你嘛这个模仿啊，阿你嘛这个模仿禽兽、畜生、小动物、昆虫。哎，真的，鳄鱼他都会啊。反举不是人类的，都我来。够厉害啦！你这人就可惜无菜。你比那个人做人无菜。我一时生了足闲，唔免模仿。你拢无模仿啊？无你用安尼。我靠！我听你啦，哎，我现在听你的。你哭嘞，你阿都做成嘞。你导演啊，不你哭看玩嘛。我都无成啊。我就会哭一辈子。无是啊，这是咧，咧看电影排队咧排队。安尼啦，我感觉几样两个都做个模仿诶，我两个车标就好唔好？好。来，吹起来。百年难得一见哦！是啊，两个人港台，两个人各用各种无同款的歌星角色来演唱，好啊，可以吗？你两个经纪来歌嘞？无，哎，康哥，我觉得他模仿伍佰最厉害，我们就选伍佰的歌好，选伍佰的歌。先讲我伍佰是我第一个模仿的，对，模仿了哦，大概伍佰、六百、两百五的拢出来。不，你模仿是伊的伍佰嘛？啊，你是第二首的，啊，我模仿是第三首。我是模仿五八，伊模仿你模仿只五八，什么孙啊？伊问看麦。赵启刚扛三担，上高岗昂来，然后差不多是安尼啦。是是是，因为讲话要足大声。咁各位，伊讲话还足大声。对啦，伊个人五八伊个特色哦，咱演艺圈有过来讲话哦，啊个唱歌拢有一个大细声。是哟，唔知是安那那大细声。大家好，我是五百，不是二百五，有无？拢会安尼，拢会讲，唔知是安怎会大细声。你两个用五百歌，一条挪威的森林，好不 ？OK 吧，可以，这首我会。啊，但是哦，恁演我一人，我唔知啊，所以你若要换人的时候，家己画者。安尼哦，家己 cue 的对吧？好，先两先，先两先。我先，康哥先。所以你第一个是五百，五百，破下来，挪威森林。试着让它慢慢动啊，看我在你心中是否永远没有下。吴宗宪依然为我时时牵挂，依然爱我无法自拔，心中是否有
未曾到过的见鬼啦！七旬，那里湖面总是澄清夜夜，那里空气充满宁静哦。雪般明月照在大地，唱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。王杰，我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洗涟漪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，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。应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消肿，加班我后悔。阿杰啦，或许我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洗涟漪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，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。应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假设该如何才能解脱。阿扁，或许我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哦，就叫三 A， 就叫三 A， 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。红树猪，阿扁不是啊，你去死啊，回过去啊！哇哇哇哇哇！掌声鼓励！哇，这精彩呢！哇！你一个人生，你还做这丢新闻节？应该该爱家庭。别啦，那红树猪的雄心呢？哦，雄心的你做了模仿。阿兵啊，第二心呢？哦，笑就生呢？哦，可见这两个拢真认真啦吼！所以注意这个社会习俗，有当时啊，那该坑的坑的，你真正好厉害。